人一直都在支持我们香港人去争取我们想要的东西。我想说的是，其实香港人其实也很支持台湾人。我现在其实在台湾实习，然后就飞来香港去支持这个活动。真的希望台湾人能关心一下自己拥有的自由。我想跟台湾人说，为什么？因为我是1971年成功大学的电机系的毕业生。我建议的台湾的同胞，今日的香港，明日的台湾。正确来说就是说，今日的香港，今日的台湾，绝对不要相信这个一国两制的谎言，它是骗人的。所以台湾人一定要站起来保护自己，台湾这个还可以自由发生的地方。因为我也很喜欢去台湾，台湾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，因为我本来也是来自福建，对，大家也是一起说闽南话的，就很有亲切感的一个地方。我给台湾的建议就是，给台湾人的建议就是，你们现在手上面有你们的选票，珍惜自己手上面的选票，万一投错票，以后你们不知道还有没有投票的机会。台湾是一直在对抗这个共产党的一些压力，所以我希望就是如果台湾不想走香港的后路，台湾必须去缺守守护台湾自己的家园。其实我在网络上也看到一段短片，是台湾不同的大学学生也通过拍摄影片来跟我们香港打气。其实我是很感动的，不只是我，然后还有其他很多的香港人，我相信他们看到也是感动的。